咋去？我说我这两天不一定呢，我有可能开车去咋咋地的。他说那个我本寻思说那个跟老李呀、老毕啥的那啥斗地主啊。我说大哥那斗吧，我说斗行啊。他说正好你出现了，咱四个在一起打会儿麻将呗。我说大哥我怕麻将甩我脸上。我说再一个我兜没穿万八千的我都不敢往那坐着呢。我说妹子兜没穿万八千我不敢往坐，我说你仨人玩仨人活玩斗地主吧大哥，我说避，我说避开点。我说我避开点，我说这么个事儿真的就是都开玩笑呗群里。